丑年十月十四日，十月十四，国历十一月十八，周四，刚好今日整个飞机不断的演习，也希望透过今日的华严经祈福，能够带给所有的人类平安。也希望透过华严法会，富贵的华严需要让我们真正了解明白，所有的一切是从大海虚空。飞机。希望今日能够带来整个和谐，有佛法绝对人类的福报，人类的幸运。万自在菩萨阶段再来当月做善事。